公广集团，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智慧财产权法。大家好，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第九讲次。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商标之概说。在节目一开始，等我介绍参与讨论的贵宾李元德李律师，你好。李老师好，大家好，很高兴参与商标法的相关议题的探讨。好，我们首先介绍本讲次的重点。好，第一个介绍商标法保护的客体，接着介绍外国人的申请注册，再来呢，希望大家能够认知商标的功能，能够了解商标的种类。好，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来跟各位做探讨。首先第一个啊，是想请教我国商标法所保护的客体为何，民国100年对这个部分做有如何的规定。是在先前我们的商标法对于商标所保护的这个客体啊，大概只有用文字、图形、记号等等的这些方式来标记的，我们才把它列为这个商标保护的客体。那么在86年间啊，我们又增加了颜色，也可以当作商标的这个一个标记。那么到了92年呢、啊，又把声音跟立体形状增加进来，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方式啊，可以来当作我们的商标保护的客体。那么在100年的时候，在我们商标法的第18条的第一项又做了一个调整啊，它的规定是说，商标指任何具有识别性之标示，得以文字、图形、记号、颜色、立体形状、动态、全像图、声音等或其联合式所组成。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100年的修法的时候做了这18条第一项的这样的一个更扩大这个保护客体的一个修法，是参考了在这个，其实是因为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啊，参考了新加坡条约啊，认为只要是具有识别性的标示啊，不一定是要以我们今天文字或图形，或者是颜色或者声音，或者是这些立体形状才可以。那么只要是重点是放在只要具有任何识别性的标识都可以。那18条第一项的，它其实只是一些列举，并不以这些为限哈。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在我们的100年18条就又增加了，比如说动态全像图等等的一些新的商标保护的课题。那么但是呢，在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在我们的19条的第3项有这样的规定，他说商标的图样应以清楚、明确、完整、客观、持久、基于理解的方式来呈现，就是不管今天我的识别性的标示是如何，都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呈现。那么呈现的这个媒介啊，在我们的第5条的第2项其实有提到，他是说其实是以数位影音、电子媒体、网络或其他媒介为方式都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100年的商标法有一些新的修正跟大家介绍。是啊，刚才律师介绍的这个商标法上面所保护的客体里面呢，律师将这个商标权的部分呢、啊、跟各位呢做了很清楚的啊很详细的一个解说啊。那我在这边做一些补充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商标法上面的这个保护的客体呢，当然我们基本上面是针对的一个商标权来做保护，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到呢，好像它的客体不仅仅是限于一个商标权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商标法第1条上面的规定啊，他说呢，这个为了要保障这个商标权啊、证明标章权啊、团体标章权啊、跟团体商标权以及消费者的权益，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工商企业界的这个正常发展，所以制定本法。那我们就发现到呢，这个部分呢，好像呢，它的这个范围是扩大的很大了。就是说，除了刚才律师所谈到的这个商标权的本身是我们商标法所保护的一个客体，那同时呢，它也把这个所谓的证明标章权啊，这个团体标章权啊，团体商标权啊，我们等一下律师这边有条文，他会再跟各位再练一下这个
啊，证明标杆权、团体标杆权，等下请律师再帮忙的。那我们又看到第二条，他也又规定了，他说呢，你要取得商标权啊，这个证明标杆权啊，团体标杆权啊，或者是团体商标权，还要依照我们本法来注册。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哦，那现在真的100年的时候呢，是扩大的很大了啊，就是把这个啊，证明标杆权、团体标杆权跟团体商标权呢，都有做了一些这个规范啊。那这个律师那边的条文呢，是大概可以跟各位说一下，说证明标杆权、团体标杆权大概是啊这个部分。大概也补充介绍一下哈，就是商标，我想大家应该比较不陌生。那么，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商标权其实是包含了以前的我们的商标，还有以前的服务标章。那么为什么会把服务标章也纳到我们的商标权的这个范围保护范围里面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因为主要的国家认为是说，不管你今天是表彰商品或者表彰服务，其实呢，它是都是在表彰，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差别而已啊。那服务的时候呢，就算是服务标章，你今天因为服务是一个无形的，你没有办法把你这个标志啊，定着在某一个具体的物上，还是要放在比如说我今天的餐厅的这个招牌上面，或者我制服上面。所以一样，如果既然是这个差别不大，只是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话，那所以就把这个服务标章就取消，就纳到商标权下面来。那么至于证明标章，它并不是在表彰一个商品，它是在证明这些，可能是证明这些商品或服务的品质。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 CNS 这种国家标准或政治标记，这就是证明标章所要在谈的对象。那团体标章本身，它应该是要去强调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团体，比如说今天福伦社或狮子会他们这样一个团体所属的这样一个标章。可能跟商品跟服务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至于团体商标，应该就是指说我这个团体，我要借由这个团体的标章来区别我这个团体提供的商品跟服务跟别人的商品服务的不一样。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法国，它某一个地区它的酒庄所产的酒，不是某一家特定的某一家，而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商会所出的所产的这个红酒，他们如果去申请，就是可能会是一个团体标章。团体商标，对不对？团体商标。好，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这个100年修法，就把这个服务标章呢，把它合到了这个商标权里面去。刚才律师跟各位做介绍，为什么？因为譬如说像我们讲到小朋友喜欢吃的麦当劳，那麦当劳它这个产品到底是商标还是服务标章？它其实这两个都有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合进去。因为既然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区分，而且它事实上这两个功效可能都同时存在，就在100年就修进去，所以我们才加上证明标章、团体标章跟团体商标来做一个呢这个新的一个规范，在这个部分来表达出来。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呢这个啊我们这个商标法上面所保护的一个客体啊，这个大概呢这个刚才律师都已经跟各位做了很清楚的解说。那接着呢，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有关于外国人来申请商标的注册啊，那我们这个商标法呢会采取何种原则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商标的注册啊，我们是采用了这个注册主义。那在采用注册主义的时候呢，那这个对本国人当然没有问题了啊。那对于外国人来注册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到，你外国人来申请商标，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它啊？那因为刚才这个我们在谈到这个商标权的保护的时候，就是采用的这个要一定要经过注册。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外国人如果今天要到我们国家来申请注册的时候，或者申请这个商标的保护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式？那在这个 WTO 里面它有一些规定，那我们的商标法它又做了哪些规定？是不是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啊，我们再请我们律师来帮我们解说。有关我们商标外国人商标的一个注册跟保护的问题，我们大概可以先前有关著作权外国人著作的保护，我们来做一个对照哈。其实著作权我们采的是一个完成著作就是说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主义，所以即使他没有在我国发表，他是在国外的发表，那他也是同样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呢，商标法是采一个所谓的属地主义，也就是说要得到我们获得我们商标法的这个保障啊，外国的商标它必须要在我们这边获得注册
准许通过以后才有办法取得商标权。那即使在国外注册申请的商标，在我们这边并不当然的受到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各国有它这个自己的商标的制度的这样一个规定。好，那么外国的商标外国人要怎么样在我国来获得这个获得商标法的保护呢，取得商标权呢？依照我们第四条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它是说外国人所属之国家与中华民国如未共同参加保护商标之国际条约，或无互相保护商标之条约协定，或对中华民国国民申请商标注册不予受理者，其商标注册的申请得不予受理。我们第四条的规定是用一个比较是消极的方式的规定方法。反过来说，如果今天这其他的国家是跟我们有一起参加这个国际的条约，或者是互相有保护的条约协定的话，那当然因为对我们的国民的商标注册是会受理会保护的，因此我们对他们的申请也会保护也会受理。所以从这个精神来看，是采取一个互惠主义互惠原则。好，那么但是呢外国人他虽然在他的国家申请注册的商标，可是呢可能来不及在我们国家同时来申请商标的注册，因此在我们商标法的第二十条有一个所谓的优先权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二十条主要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外国人在跟我们有互相承认优先权的国家或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依法申请注册商标，他申请人第一次申请后六个月内来向我们国内来就同一部分或全部商品服务以相同的商标申请注册的话，是可以主张优先权的。或者你今天是在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主办或认可的国际展览会上展出使用申请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那么自该商品或服务展出六个月内提出申请，也是以申请日展出日为准，就是叫做展览的优先权，我们简单的称对于用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啊，来保护与我们有互惠或者是同样属于世界贸易组织会员的一些其他的国家。是，好，刚才律师所提到的这个第四条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在第四条部分是用一个负面表列的方式来跟各位去做呈现的。那如果在第四条上面，如果不属于这第四条里面的情况下，它就是会受到我们的保护的。像比如说在第四条里面说，外国人所属的国家与我们中华民国未共同参加保护商标的国际条约的，那他就不能够来受到我们的保护，所以他就不能来申请了。好，那如果说他外国人所属的国家与我们中华民国又没有这个相互保护商标条约或协定的，那他也不能够来申请我们的这个注册了。好，如果外国人所属的国家对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申请商标注册，他如果不予受理的，那我们也不给他受理啊。所以从第四条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是这个互惠主义，一个是条约主义，还有一个是相互呢这个平等主义啊。根据这三种情况之下，假设没有这三种情形，那当然第四条的这个三种的除外情形不存在的话，那外国人又来我们中华民国来申请商标的话，根据 WTO 的规定，根据 TRIPS 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予以保护的。好，那再想请教律师呢，就是既然我们商标这个要申请注册，刚才您这边也讲了它跟著作权不一样，著作权只要创作完毕就可以来一旦完成了它就当然受到保护，就是叫做创作保护主义。那这个商标呢要经过注册，那为什么商标来经过注册？显然是商标它具有某种的功能，所以我想请教，请问一下商标它有哪些功能？其实我们商标整个的商标法、商标制度、商标权的这个发展呢，最早是从中世纪开始的，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偏向是一些商业团体、商业组织，比如说汉萨同盟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跟组织，有表彰他们的团体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么大概是到十七世纪开初，英国才有关这个布，就是猎布，就是侵害到别人的这个布商的这个商标的这个权利的时候，才产生了第一个这个有关的商标法上面的，不是商标法，商标方面的一些争议。那么真正立法保护的，应该是法国在十九世纪1860几年的时候才立法，是近代的比较先进的这个商标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好，那么所以商标它为什么今天从这样的过去的一个历史演变到最后必须去立法去保护这个商标，那一定是有它，因为它具有某些的特定的一些功能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商
这个商品的制作人或服务的提供者啊，他一定是会他自己去生产制造拣选一些他自己的产品，然后把这些产品呢、销售出去。那么他为了要让他别人知道说这个产品是哪里来的，啊，这个产品的来源，所以呢，他在他这个产品或服务上面去印上他自己的一些能够跟别人区别的这些标志。好，那当然这个所谓表彰商品的来源，并不是说我看到这个商品上面这个标志，知道这个是哪一个公司做的，但是带给消费者他一个主观上的印象，大概知道哈，这个是谁提供的。比如说麦当劳上面这个 M， 我们就知道哈，这个麦当劳不是肯德基的，是麦当劳的哈，做这样的一个区别。那当然哪一个公司进口麦当劳这个产品，他不必须知道。好，所以第一个这个商标的功能就是表彰商品的来源。那么表彰商品的来源，越使用商标呢，它就会让大家越来越认识这个商品。那么所以就是互相相成的作用。那这个商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他就越加的去想要让他的这个商标让大家认识。那大家越认识的时候，就越知道这个商品的来源。所以到了一个程度之后，这个其实这个商标它就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它其实就带来一个所谓的广告，对于这个商品或服务的一个广告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个商标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所谓广告的功能，它可以这个商标可以让大家看到这商标，想到某个商品，然后大家愿意去消费，愿意去选购。好，那么第三个功能其实就是一个辨识，就是一个辨识的功能，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他可以知道说这个标记上所代表的这个商品服务是谁提供的，那另外一个标记又是代表是谁提供的，这个时候他自己可以去选择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或消费，所以它具有一个辨识的功能。那再来第四个功能，就是其实商标它也某种程度它是代表了反映表彰这个产品品质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双 B 的车子这样的一个 mark， 我们看到它的商标，我们看到这个标志，好，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德国非常好的车子。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某一种其他的这个车商的标志，我们未必会有同样的觉得它这个车子的性能、它的车子的速度、车子的品质或者这个耐用的年限会有这么多。所以不同的商标其实同时也让这个表现出它某种程度反映出这个品质、商品的品质，所以它呢其实有表彰品质的功能。所以综合上面的介绍，大概商标至少包括几个功能：第一个，它是表彰商品来源的功能；第二个，它有广告的功能；第三个，它让消费者辨识的功能；第四个，它来表彰商品品质的功能。是啊，所以刚才律师提到这边的一个是所谓的这个表彰商品来源一个是广告功能，一个是表彰商品的品质还有一个辨识的功能。那此外它还有一个帮助企业形象的一个功能因为现在的这个企业。他除了他在这个商品上面的品质，希望他的这个消费者能够认同之外，他也希望他的企业形象能够帮助他在商品行销上面的一个利基点。所以呢，这个商标上面呢，它也有一个表彰的这个企业形象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些大公司，他除了他的这个商品上面来表彰了他 mark， 甚至于他在后面有很多的基金会，他也用同样的 mark 来做这个公益性的这个活动。当然刚才所谓的识别的功能，就是可以让消费者的权益会受到一个保护因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这个商标呢来做一个识别性的一个鉴定到底是这个是山寨的或者不是山寨的，或者是有近视的这个等等的这个方式，使得我们消费者在这个消费的过程之中，他也能够呢非常清晰的认知到这个商标。简单来说，这个商标呢，它就是一个商誉权的一个表现。在这个商誉权表现，因为这个公司它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它要去经营这个品牌在这个品牌的经营上面呢，经过了一定时间的累积，它才能够使它的这个品牌的效应呢达到了某种的规模，然后逐渐的进入到所谓的著名商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商标的功能呢，至少它有这些功能。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请教呢后面的题目。
好，我们律师刚才在第一个题目的解答之后呢，在谈到这个我们商标法所保护的这个客体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个商标的部分呢，那提到商标呢，里面有提到的所谓的这个动态的商标注册跟全图像的商标注册，所以我现在想请教律师呢，就是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动态的或者全像图的啊这个来申请呢这个商标的注册？那我们在民国100年，我们商标法对这个部分有什么样子的规定？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100年修正商标法的时候，在18条的第一项就把这个动态商标还有全像图的商标列为这个可以作为这个商标申请的太阳的一种哈。那么什么叫做动态商标？什么又叫做全像图的商标？那么动态的商标，其实它就是字里从这个字面来理解，就是会动的，会动的商标，不是我们传统看到文字啊、图形啊。好，躺在那边的一个状态。好，那什么又叫做会动的商标？它又可以细分成几种呢？我们说动态商标，因为它是会动的，所以我们又称它成活动商标。啊，也有人称它活动商标，或者是这个活动影像商标，或者称它叫动作商标。那么这种动态商标大概又可以再分成三种。所谓的一般的动作性商标，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脑。跑出来的这个 window 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好，跑出来的，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去看电影，这个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有一个自由女神拿的火炬，这样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那个 DreamWorks， 它是一个小孩子在钓这个钓鱼的这种图像跑出来，都是所谓的我们可以称它叫做一般的这个动态商标，好。那么第二种，我们称它叫做动作商标。这个动作商标其实就是用一个实体的。东西这个物品它会表现出来的动作来当作商标的一个太阳。那举个例子，就是蓝宝坚尼这个车子，它有一种车子，它这个车门打开好像这个刀一样的，好，这个刀型的这样的一个车门。那这个当时它也去向欧盟提出所谓的这个动作商标的申请，但是因为啊，它这个门的这种设计还有这个开关的方式，可能涉及到这个产品功能性的问题，后来被撤销注销掉了啦。不过就是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做这个动作商标，这个蓝宝坚尼这个车门的这个刀锋式的这个车门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种类型。好，那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手势商标。手势商标其实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德国电信公司，他们会用这个双手比一个所谓的这个 T 字形。来当作他们这个商标的一个太阳，那这个是用手势表现出来的，他拿去申请注册，好，所以我们称它这个叫做这个手势商标。那这个 T 字的动作，因为跟我们在运动比赛里面的暂停是很类似的，所以呢是具不具有识别性，其实它还是有一个争议所在的。所以对不起，我漏掉，那这是刚刚是关于所谓动态商标，那什么叫做全像图？全像图大家。好像听这个词是很奇怪很陌生，但是大家只要去常去看爱喝酒的人去看那个大陆的这个五粮液或者是这个茅台，在这个瓶口上面那个防伪标志，好，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它是可能用三维的方式去呈现的一个，这色彩上面深度或者是分布上面是有落差的，好，很难去仿冒的这种方式的，这种东西也可以当作一个商标，或者是我们的信用卡反过来的那个防伪标志，大概都是所谓的全像图的这个意义，所以全像图本身也可以当作商标的一种太阳。好，所以刚才律师介绍这个动态的商标，简单来讲，它是有一个连续变化的一个动态的影像，而且这个连续动态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动态影像呢，它必须要具备有本身这个动态的影像必须要具备有一个功能性识别性啊，这个动态的影像必须要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这个功能才可以。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蓝宝坚尼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出现了啊。那接着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全像图这个部分，全像图这个部分刚才啊，这个律师也提到了，就一般来讲又称之为所谓的雷射商标、全息啊图像这个商标，就是它透过这个雷射光线的这个视差所反射出来的这个影像啊，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背面啊，像你看到这个 Mastercard 这些的啊，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变动。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你把手机拿起来啊，手机里面那个啊你的电池。啊，它就会有那个全像图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因为科技的发展啊，所以这个
商标的这个种类呢，我们也会让它做了一个多变化的，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 non-traditional 啊，这个 trademark 就是非传统式的啊这个商标。好，那接着最后想请教的就是啊，各式各类的这个商标是什么样子的商标？我们看到第五个啊，像可口可乐啊，像 Nike 的啊这个文字跟图啊，还有这个 Hello Kitty 啊，还有麦当劳叔叔的立体造型，鳄鱼。Omega 手表图案，香奈儿的双膝，火箭队的这个球衣上的那个标志啊，那个像一个 B 跟这个 H 啊，国泰人寿那棵大树，这些是不是商标啊？这些是什么样子的商标？是国泰的大树，我想大家在看这个经典赛，每个国这个我们中华队的背章上面都出现了，所以大家印象深刻。好，那个国泰人寿的大树，它应该算是一个图形的商标，图形的商标。那可口可乐呢？这个应该是可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属于一种文字商标的一种。那么 Hello Kitty 应该也是文字商标的一种。那 Nike 这个文字的部分应该是文字商标，但是它有个打勾的那个部分呢、啊，可能是属于这个记号方面的这个商标。那它因为文字跟记号在一起，应该是文字跟记号的一个联合式的商标。好，那麦当劳叔叔的立体造型，我们刚刚提到立体。这个造立体形状的这样的一个商标，在1992年也列为这个可以成为商标的太阳，所以它是应该属于立体这个形状的这样的一个商标。至于鳄鱼，如果它是一个鳄鱼的这个图形，那它应该是图形商标。那至于它是 crocodile 的，应该是属于文字的商标。好，那 Omega 的手表的图案，或者是香奈儿双膝，或者火箭队的衣服上的标志。有可能是可以构成记号商标的类型，是，好，所以我们这个商标的类型，我们大概可以说就效力来分类，或者依照它的形态上面来分类，或依照它专用权上面来分类，或者依照形体而分类。那我们刚才讲的，就形态上面来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有文字啊、图形啊、记号、颜色、声音、立体形状啊，以及它的联合式。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国泰人寿那颗当然是一个具象的图案啊，所以它是图形商标。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Nike 那一个勾，那是一个记号。好，那这个 Omega 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符号商标。但这个都可以归类在这个图形商标里面，只是我们再把它做细分出来的话，它就可以说，这个 Omega 的这个商标，它是一个电路上面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符号。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火箭队上面那个标志啊，它是有一个 B 字啊，然后再一个 H 的概念啊，它那个图形就有点很特殊。你说它是文字吗？但是它不能算是文字，因为它这个文字是经过设计的，就好像刚才律师有提到这个可口可乐。它那个文字商标，你可以当作它是一个文字，因为它是一个文字的表示。可是刚才我们在荧幕上面所显示出来，它是经过一个设计的，所以你说它是文字，好像也不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图形的一个概念。那这个Hello Kitty 如果它是一个立体造型的这个图形，那当然它就变成立体商标。那如果只是用这个字显示出来，那它又变成了一个文字商标啊。那香奈儿这个双膝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图形啊，它是一个抽象的图形。好，那我们现在问题是说，它为什么要用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是因为每一个企业，它希望它透过这个它的这个具有识别性的一个这个标志，能够吸引消费者啊，吸引消费者是怎样去注意到它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品质、商品的性质，能够呢使这个它的商品跟别人的商品做一些区隔。所以呢，每一个呢商标的设计上面呢，它可能一个是用很简单的一个构图，但也可能它用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构图。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它的目的是要能够唤起消费者能够知道它的这个图形跟其他图形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这个图形是具有识别性的功能，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商标的注册。所以像刚才这个律师所提到的，我们这次经典赛，我们中华棒球对。它的这个背章上面就一个黄色的底，一个绿色的一个这个树，这个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就是国泰人寿这个
商标，这显然他有在赞助的这个部分啊，所以他可以表示出他的企业形象。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下次再见。